天这事儿办怎么样？办的确实不赖，厉害厉害了，厉害厉害！我就跟你们说，就不用。哎呦，哎，喝多了，喝多了，聊聊吧，走走走走，看看看看看，哟哟，那么不小心裹鞋上了。大晚上一个人喝那么多酒干嘛呀？起开！哎，让我起开！哎，妹妹，哎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，我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喝那么多酒，你们一边上！哎，漂亮，漂亮，这个好看啊！真大侄儿，漂亮，这好看，这好看，太漂亮。妹妹盯着我们，负责购物，上。OK, okay.。这次活动由我们学生会负责，排练场地我已经批下来了，用活动中心。辩论赛的事儿，学习部盯紧点儿。哎，主席，我们部最近在忙辩论赛的事儿，上过查迟到的事儿，不如就交给纪检部吧。当初可说好了，我们不容负责查课，你们不容负责考勤。闭嘴！不管是谁，这周把考勤表交到我这儿。还有问题吗？既然没问题，那散会吧。沈一涵，服吗？就你那点三脚猫的技术，还去打高校联盟的比赛，那咱们学校不得丢人丢死啊？高校联盟的比赛，谁不想去？不能因为你是电竞社的社长，就你替学校去。你想怎么着？你连我们都打不过，去了也一局定胜负，我不甘心。三局两胜。行，一言为定，可别说我们电竞社欺负人。下次开始，我找各社长作证。你要是真打得过我，我就向学校推荐你。好，这可是你说的，可别反悔。谁反悔，谁孙子。你怎么来了？我看晚上变天了，给你拿件外套。给我吧。递下梳子，好，给。小雨，你快好了吗？我迟到了。好了好了，折腾一早上了，有完没完啊？你不昨天也打游戏打到半宿吗？行，我不睡总行了吧？这个月30天，你被记了18天迟到。除去周六日，上课时间是22天。咱班周三上午没课，算下来你是每天都迟到。再这样下去，你这个学期的学分要扣一大半。我看他就是故意的，记个迟到有什么了不起？行了，起来上课了。你还有心情闹情绪呢？别忘了，你们电竞社批场地还得找他。冤家路窄啊。哎，
你小子可以啊，随便找对象就是校花了。不，同样是九年义务教育，你咋就那么突出？就，嗯。我就说不用着急吧，早知道这样，我还可以去吃个早餐呢。你还吃早饭呢？我以为你会去打两把游戏呢。哎，我们电竞社得准备高校联盟的比赛了，你签个字，把东西教师给我批下来呗。不批。我真得用，这正经事儿。打游戏就打游戏，什么正经事儿？好了，开始上课。我有话跟你说。你先说吧。前两天我在导员办公室看见了竞选社联主席的候选人，你是篮球社社长。自然是有你，不过罗一彤也是候选人之一。一个打游戏的社团，想想就……好，是吗？其实我对社联主席没太多想法。社联主席竞选呢，你要有信心，我会帮你的。这不是信心的问题，我不想当主席。安然，你不觉得累吗？我们就不能简单轻松一点吗？我们是男女朋友，在谈恋爱，有必要每天想学校那堆事儿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喜欢的是海然，不是学生会主席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们就……就什么？就分手是吧？好啊。你……好啊，分手就分手。好。改天我找你正式分手。哎，哎，你们先回去。当主席就是好啊，想办什么活动呢，就办什么。想用哪个场地呢就用哪个，真是爽。哎，你说我要是这学生会主席，我还用得着为这场地的事发愁吗？你每天想迟到就迟到，想睡觉就睡觉，不也轻松得很吗？哎，本是同科生，相煎何太急，好歹一个宿舍的，非得互相伤害吗？一会儿我找你签字去。哎，你去哪儿啊，大姐？一个你去了就头疼的地方。头疼吗？天天看这些书有用吗？这个些什么玩意儿？对于没脑子的人来说是没啥用。你懂什么呀？打游戏也是要脑子的，这个反应要快，意识要强，手速也要快。像我这样大神级别的玩家呢，除了这些以外，还要学会分析游戏的数据。游戏中的王者，生活中的王者。哎，你不给我批场地，不就是因为看不起打游戏的吗？你说你一学生会主席，能不能别那么保守？现在大学都有电竞专业了，这是正规职业，平时看不看新闻呀？人家亚运会都有电竞项目了，这要晚两年，我考电竞，一准是全国前三。电竞专业，教你怎么开网吧，怎么卖泡面？你就说给不给批吧。好歹一个宿舍的，你不给批也忒说不过去了。再说了，我打得好了，说不定
还能去参加个亚运会，拿个金牌，为国家争光啥的。上那大招啊，这你我你别晃悠了行不行？咋就这样了？这么神奇吗？换身哎，你以为我想这样啊？老天爷，这可怎么出去见人啊？你能不能安静会儿？烦死了！你还烦？你说你没事去什么图书馆？那当饭吃还是当钱花？你还没完了是不是？你要不去图书馆找我？你要早点给我批场地，我能去吗？我不去图书馆，能被那书架砸吗？不被那书架砸，咱俩能？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，反正就是被砸了一下就成这样了。要不咱俩试试再砸一次，说不定就能砸回来了。我可不想就一直这样。你以为我想吗？少废话，赶紧的，动手啊！你们两个女同学干什么来了？脑子坏掉了？昨天书架是不是你们摔倒的？女孩子家这么不守规矩，哪个学院？什么专业？叫什么名字？导员是谁？老师，我们不是故意的，其实我们是在做人体精神内部互换规律的实验。老师，对不起。好好的书架推倒了两次，什么实验不实验？去跟你们导员说去。罗一彤爱人，万万没想到啊，你俩竟然闲着去推书架，你们怎么不把学校给炸了呀？图书馆，这个学期啊，别想再进图书馆。终于来了。导员，我错了，我还得去图书馆学习呢。罗一彤，你听好了，我说的是不准再进图书馆。不是网吧。你快换衣服啊！换完衣服就去吃饭，折腾一上午，饿得不行了。你们俩怎么这么奇怪啊？就是昨晚还晕图书馆里了，什么情况？早晨去医务室也没看见你。早上醒来吃饭了。中医就专治那种奇奇怪怪、乌七八糟的病。明天上午没课，咱俩去看看，或许有用呢。老中医神神叨叨的，这能行吗？
不是怎么知道不行呢？本来这也不是个正常的事儿，是不是？上 Q 的漂亮，阿神，沈一涵，服吗？就你那点三脚猫的技术，还去打高校联盟的比赛，那咱们学校不得丢人丢死啊！爱人，我们是男女朋友，在谈恋爱，有必要每天想学校那堆事儿吗？你什么意思？我喜欢的是艾然，不是学生会主席。你要是再这样，我们就……就什么？就分手是吧？好啊。你们两个灵魂互换了？这个问题很简单嘛，你看电视、电影、小说、漫画都有描写过的，我也是在玄幻小说里面看到过，现实中嘛，只可意会，不可言传。不过既然你们能够找到我，那我不说点什么也不好。这样吧，你们两个都是什么星座呀？星座？白羊，双鱼，都跟动物有关呀，那可能跟星座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嘛。你们最近有没有见过什么人呀？不会是一个男人吧？啊，开玩笑，开玩笑，不可能的。其实身体互换这种事情在现实中也是很有可能发生的。像天打雷劈呀、九星连珠呀，或者你打个嗝放了屁，嘣的一下就互换了。你当时放屁了？哎，等等我。请吧。我实话跟你们说了吧，其实你们这种情况，我确实有所了解。不过它并不属于中医的范畴，也不是现代科学可以解决得了的。这样吧，我有一个师兄，著名的玄学大师，你们找他吧，保准管事儿。算命的就算命的，玄学大师。看来暂时是换不回来了。由于现在这种情况，我们必须约法三章。好啊，听你的，反正我是没招了。一，我们能在一起就在一起，尽量不要分开。这件事只有你知我知，不能说出去。说出去也没人信，谁不知道咱俩死对头，还天天在一起。现在你是我，我是你，说白了，你是学生会主席，我不在，你能处理得了我的问题吗？行行行，说的好像你能处理得了我的事儿似的。哦。为了维护对方的形象，不能拿对方的身体做一些出格的事情，这没问题。三，在对方有危险或者紧急情况下，必须帮忙解决，不可以故意拖延怠慢。我明白，互相合作，不能互相拆台，不就这意思吗？你接啊。老大，明晚跟沈一涵的第二场比赛。好，这可怎么打啊？先去上课，要迟到了。哎，润哥，你和艾然不会真分了吧？润哥，是不是另有新欢了？他把校花都甩了。你说什么、啊？
明晚靠你了。Let's begin our class. 上节课的范文两周前就让大家背了。阿特，你先来。I don't know.罗一彤，稀客呀，好不容易来这一趟，想必是准备好了。你来吧。是的，连26字母都整不明白。Each spring brings a new blossom of water flowers in the ditches. Another have a travel daring to walk. There is one particular blue flower that hurts, always caught my eye.招数还对口型，论一彤那么优秀，用得着对口型吗？哎，等等，你，我还有事儿，有空再找你。走。嘉润跟我说分手了。真的假的？虽然我还没有答应，但是以后不许跟他那样。你别以为我不知道，你喜欢江润，不想分手。我无所谓。不想就不想呗，还不好意思说。现在我是你，找他分手也是我去。你呢，就准备好明晚的比赛。我不会。不会也得冲数去啊，各大社长都在，江润也会在。发挥不好，还请大家都包涵啊！哟，学生会主席都来了。老大，你怎么最近和爱人走这么近啊？想必大家都听说了，我和罗一彤比赛，上次他赢了，今天是第二局。说完了吗？说完了，赶紧的开始。老大，你逗我，眼睁睁看着我被对面三个人群殴。社长，你都送了多少个人头了？是不是对面派来的卧底？老大，你不是想我刺激吧？派他们村里没意思，让他们一把。嘘，聊吧聊吧聊吧。哈哈，今天我们可是以压倒性的优势获胜吧？沈一涵，上个学期挂科4科，补考后还是有一科没过。
考试作弊被抓，上课迟到不计其数，游戏而已。你以为你赢了，有什么好骄傲的吗？是，对对对，你不迟到，你不作弊，不是三局两胜吗？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主席，你可别不公正呀、啊！要不我们可不服。我，你哪阵儿都听见主席不公正了？这局比赛你赢了，就好好准备下一局。哎，散了，都散了。希望一早咱俩的身体就可以换了，不然我真得输给沈一涵了。加入发微信，说一会儿在篮球场见。不许去。哦。不是，你从小到大就没打过游戏吗？怎么那么笨？打个游戏而已，谁代表谁下去不一样？你什么意思？我说的只是事实而已。你打心底里就看不起打游戏的。家人不是要在篮球场见吗？我现在就去，反正我又不喜欢他，分手就分手了。你，来了。不是要分手吗？分就分呗，咱俩一点都不合适。我怎么感觉你最近变了很多？少岔开话题，赶紧分，早就不想跟你在一块了。你有什么好？整天就知道抱着个破球跟啦啦队那个眉来眼去。我怎么以前没发现，原来你还会吃醋啊？你少来这套，我就是讨厌你，整天板着个脸，就像谁欠你钱似的。我这么优秀，我用得着吃醋吗？总之，你前几天提出了分手，今天我正式同意，以后井水不犯河水，谁也别碍着谁。哎，我前几天说过分手吗？我怎么不记得了？耍无赖是吧？还真拿自己当根葱了？分手，没商量。艾然，我是觉得眼里根本没有我，除了学习就是学生会的事儿。其实我从来没想过真的和你说分手。反正我就是不喜欢你了，爱咋地咋地，分手就现在，没工夫跟你瞎扯。哎，艾然，不让我重新追你。起来，中午学生会开会。就这事儿啊，你们各部门之间就相互扯皮，学习部推给生活部，生活部推给外联部，这要上了战场，你们都得死。你再厉害，能一个打十个吗？能顾得了全局吗？能有分身术吗？知不知道什么叫团队，什么叫合作？各部门连最基本的合作都整不明白。行了，今天晚上我请客，时间地点发群里，各位准时到，散会。胡闹！我胡闹？你以为把他们训一顿会有用吗？各部门连最基本的合作都整不明白。我呢，和电竞社社长是好朋友，就一块儿过来了。以后电竞社和学生会就是一家人了，各位别介意啊。来，我先敬大家一杯。主席客气。今天呢，把想说的话都说了，该喝的酒啊也都喝了，谁都别客气啊。各位，对不住啊。上午这事儿，我们学习部负主要责任，我呢先自罚一杯。是我们配合不好，我们这儿也有责任。我们是一个团队，配合好了，效率高了，以后我们就少开会，
多给大家自由时间。好。好，以后电竞社有啥事儿，那我们哥几个肯定也不能干看着。你不代表电竞社，敬大家一杯。别老绷着，痛快点喝。喝了这杯酒，以后要啥场地有啥场地。哎，这就对了，想喝就喝，别那么累。刚在学校遇到了几个学生会的部长，我才知道咱们今天聚餐了，怎么喝这么多？我送你们回去吧。嗯，好的。怎么喝成这样？也对，如果也没有喝成这样，我也没有机会背着你。你总是那么要强，可在我这儿，那样的你，我真的很心疼。更多时候，我希望你可以是一个简单、快乐的女孩，可以有自己更多的时间和空间。我们可以一起逛街、吃饭。你陪我去打球，我陪你去图书馆，而不是像现在这样，连牵手都是一种奢望。只希望能一直这么醉着，不是女神，不是学生会主席，也不是学霸。我就这样背着你，一直走下去。行了，阿九，再聊一声。好，知道了。有啥好查的？又不是卫生所。哎，艾然，你快看班群，导师艾特你了，让你去办公室呢。最近也没犯啥事儿啊，导员找我干啥？就说昨晚别出去喝酒，肯定是这事。我一没喝多，二没犯事儿，难不成学校对学生会主席要求格外严格？那我肯定是倒大霉了。好了，别叨叨了，赶紧去吧。你最近可嗨了，就跟换了个人一样。喝酒了？干嘛了？麻溜的。知道了。导员，你找我？哦，最近怎么样？还那样。咱们学校有个英语演讲比赛，你代表咱们院去。什么？跟我装糊涂是吧？英语演讲比赛。你不去谁去？
导员，要不你换个人吧，我去你一定会后悔的。我觉得罗一彤去更合适。我肯定不会后悔的。再说罗一彤去，他去干什么？搞笑吗？给，上次的事就算过去了，下不为例。谢导员。Thank you。好，感谢于飞同学的演讲，下面有请艾然。说个 double Q triple Q 挖抓 Q， 我台上那么多人，我真的，你怎么不怨我？预料之内。江润，我想吃鸡蛋，但是鸡蛋卖完了，你把你的给我。鸡蛋卖完了就去别的食堂买，刚好我也想吃鸡蛋，给我了。你想吃那就给你了。今天上午英语演讲比赛不错吗？重在参与，你还没上呢，我先走了。你为了一个鸡蛋至于吗？那是你男朋友，怎么能让树小小占便宜？其实我不怎么在意。好了，赶紧吃吧。下周就要和沈一涵打比赛了吧？啊，想起这事我就着急，听天由命吧。要不你教我吧？你说什么？你教我吧，我尽力。作为教化，你也要开始学习，要不然过不了多久，我这学生会主席就该下台了。好，那你可得全听我的啊。但是我的身体和反应能力是可以的，练几天应该有机会脱贫。不是要训练吗？为什么来食堂啊？看这锅底呗。练手速那绝对没问题，就夹着花椒粒儿，越快越准越好。什么？赶紧练，我去买瓶水。哎。咱们学校原来还有家庭情况这么差的同学呀。哎，怎么样？来瘦点了，来喝口水。
到的都记下来啊，还有带早饭的一律没收。我都不迟到了，他们还迟到，天天的没个正事儿，就知道睡觉。好的，主席。你说我容易吗？一天天的大事小事都来找我，老师有事找我，学生有事也找我，我这哪是学生会主席，这个一观世音菩萨，啥都得管。我扔过去你就躲啊。你还有其他的衣服吗？自己去衣柜里找吧。你听我解释。你喜欢他？我不喜欢。你撒谎。我没有。没有你紧张什么？紧张不就是为了掩饰你的心虚吗？不喜欢你会那么在意舒小小和江润说话，不喜欢你会瞒着我偷偷的送他衣服吗？宋秋衣是因为那次喝多了所以才……你不是说那天你喝多了吗？喝多了怎么知道是江润背着你？你知不知道这段时间我已经把你当成了好朋友？你知道那天我看着家人背着你回来我是怎么走回来的吗？我一边走一边哭，心里告诉着自己只是因为你喝多了。可是你呢？你竟然装醉，你一声不吭地顶着我的脸，享受着本该属于我的东西。喝多了脑子也是有感觉的，你先听我说。还有什么好说的？说你跟江润这样是为了我，然后再假惺惺的对我好吗？我没有，我从来就没有喜欢过他。你能不能清醒点儿？秋衣也是要以你的名义送的，只不过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理由，所以才在那放着。其实我也把你当成了我的好朋友。走的时候他没起呢，他不来上课不是挺正常的吗？早上你走得早，我叫他的时候他说他身体不舒服不来了。身体不舒服？嗯，你那么紧张干啥？他不来上课的理由各式各样。您开始上课啊。老师，雷通身体不舒服，我先回寝室去看看。学生会主席不去上课，八辈子难见的奇迹。哎，没事吧？
他，赶紧去医务室。我愿你管。你越摇着我还心疼我的身体。你不要以为你这样我就会原谅你。我咋样了？我要不是为了过两天的最后一场比赛，我才懒得管你，傻自作多情。别紧张，我们全部护着你，就像之前练习一样，大家跟上。校长，你跟着大鹏。来人了，快打，速点。打就打，拖延时间算啥？平局平局了，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沈一涵，我知道你很想代表咱们学校去参加比赛，我也很欣赏你对游戏的态度。对于参赛，我们是公平的。既然是平局，那就加赛一局。以前呢，是我们电竞社太霸道。我承诺，不管这次去参加比赛的是谁，以后电竞社都会给你留一个位子。你辛苦大家了，加赛什么时候打再通知。都散了吧。江润，你留一下，我有话跟你说。怎么了？找我有事？没什么，就是觉得好久没见你了。那个，你跟艾然还好吧？还好，只是感觉他最近变了很多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不错哟。废什么话？赢了输了？行了，因为他变了，所以你不分手了，对吗？我从高中开始就喜欢他，这么多年就没变过。对，而且我从来没想过真的和他分开。有道理。是不是艾然和你说了什么？或者他还没有原谅我。你有没有觉得我很熟悉？高中的时候，你曾经补课补到流鼻血。你最爱吃辣的，可是每次吃的时候都担心会长痘。心情不好的时候，就会疯狂地打篮球，直到筋疲力尽，躺在篮球场上。你很聪明，就算不听课，也能考出很好的成绩。
是黯然告诉你的？原来他都还记得。我一直以为他对我从来都不上心呢。你真的一点熟悉的感觉都没有吗？算了，我先走了。今天打得不错啊。你怎么没来？我放心，去不去的吧。这什么呀？我就知道你们一定会来的。你不就是那个老中医吗？啊，我就说昨天晚上打电话的时候声音那么耳熟。别见怪嘛，我135是老中医，246是玄学大师，不抽头的。骗子，我不看了。小姑娘不要生气嘛，我上次说的话都是真的，就你们这种情况我见得多了。没听过一句很有名的古话吗？说是老中医开着拖拉机全国各地跑。你可别吹了，先说我们怎么办吧。你们这种情况我见识见多了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。这样吧，你们就回去该吃吃该喝喝，不要想的那么多。这冥冥之中自有天注定，你们两个注定是有缘人，这缘分一到自然就换回来了。你那意思我们就白来了呗。我们走。一路顺风，慢走不送，我们还会再见的。谁跟你再见？骗子。黯然，原谅我吧。你知道，我从高中见的第一面起，我就喜欢你。当我知道我们两个在同一所大学的时候，我简直欣喜若狂。前段时间真的是我压力太大了，才会说出那样的话。最近我才发现你的可爱，原来你也会犯傻，也会喝醉，也会吃醋。对不起，原谅我吧。以后我们好好在一起。那不是我。是你啊，那就是你。哇，在一起。我不能跟你在一起，至少现在不能。你能不能别闹了？这是你的脸，我表白的人是你。你别跟着我。怎样？什么叫我想怎样？你应该问问你想怎样。你扪心自问，你敢说你不喜欢江若吗？是，你说的没错，脸确实是我的脸，可眼神里透露出的是你的心。你骗得了我，骗得了你自己的心吗？我怎么骗你了？我现在是你，我是为了你啊。恶心，你知不知道说这句话让我觉得有多恶心？
为了我好。这句话你说了多少遍了？说多少遍都掩饰不了你的心虚，你能不能清醒一点？这是你的身体，江明是和我表白了，那又怎样？有谁知道我是罗一彤？他喜欢的人是你，表白的人是你，等身体以后我回来跟他在一起的人还是你。我一直让着你，处处考虑你的感受，可是你呢？你不是我妈，也不是圣母，我不用你让着我。没有我的身体，江明能跟你表白吗？要不是顶着我这张脸，会有人看上你吗？行，我真没想到你会这么说。我就说江明怎么了？我就问他担心怎么着吧。安然，打都打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他背我那次，我是真的喝多了，但脑子多少还清醒。秋衣也是要以你的名义送，我只想让江润知道你关心他。至于告白，我事先毫不知情。你是长得比我好看，说实话，我不羡慕，更谈不上嫉妒。不说话是吧？来干。这段时间学生会里跟你不一心的人是不是都是我给你摆平的？我逃课是家常便饭，为了你，我哪怕打游戏打到半夜，早上也强撑着起来去上课。为了你，我不是也开始练习打游戏了吗？是啊，我就看，看你点鼠标的笨样，我都堵得慌。我们俩的关系有那么好吗？我不是一直挺看不上你的吗？有。那江润呢？也是为了我。别提他。别的我都可以不在乎。唯独他不行。你怎么还是不明白？哥，今天这事儿办怎么样？办的确实不赖，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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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就跟你们说，就不用。哎呦，哎，喝多了，喝多了，聊聊吧，走走走走，看看看看看。哎呦呦，那么不小心都吐我鞋上了。大晚上一个人喝那么多酒干嘛呀？滚！哟，这短头发小姑娘就是不一样，脾气还挺大。这学校门口，你们少胡来。学校门口，你吐我鞋上，我还没让你赔呢，妹妹。起开！哎，让我起开！哎，妹妹，哎，别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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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！你怎么落了？快倒了，别！哎哎，
别走了，别走了。说说呀。干什么？哎呦，别急，哥哥唠。回边去。瞧，又来一个好看，这个好看啊，这个好看，这个好看。这女大学生就是好看，你别说，这好看，这好看，这好看，漂亮。哎，小子，妈敢打老子！别以为女的老子妈不敢揍。你怎么又突然回来了？就你那点酒量，我怕你喝多了自己回不来呗。就像做了一场梦一样。是呀。你这水平也太不稳定了吧！行了行了，你打得挺好的，以后你就是电竞副社长了，下年再代表学校去参加比赛。啊！谢谢大家了。下午英语课啊，赶紧走了，不然又该迟到。看什么看？打游戏也不能耽误学习啊！走了。什么？你要参加下星期的英语演讲比赛？对啊，我一定会好好表现的。No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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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no， 导员。No。我跟导员说要去参加英语演讲比赛，他都吓疯了。想起那次比赛，我就更别说导员了。怎么啦？怎么啦？十五个演讲证。嘿，你这怎么又成贴膜的了？挣点外快嘛。我一三五是看病的，二四六是算命的。还剩一天，周日，哎，贴个膜挣点钱吧。早就说过我们还会见面的。这都行。哎，对了，以我行医家看病多年的经验告诉我，如果你们两个人的身体可以互换，那么上辈子，你们很可能是同一个人。我上辈子和你是一个人，这么拉，又能吃又能睡。你还嫌弃我？我还不愿意跟你是同一个人，天天就知道学习，多累得慌。